我姐让我接您，赶紧上车走。如今我爱在爱情过得风生水起，再也不知你花的大饼。安全带系上，然后走了。你帮我。你这啥毛病啊？那再贵的车，它不也是人开的吗？我现在的生活条件，不允许我有一点点意外。别动。 哎呦我的妈！这车还公里油耗不得十五个，主要是带不来吧？发动机不干坏了吗？出趟婚车得3000吧？不出婚车，还瞎了？啊，那白色要不然压住？哎呦我的天！看，这是我今天跟你说的。Hello。啊。 迪姐经常跟我提起你，是吗？嗯，好呀。跟你说吧，我跟小迪认识这么久了，始终没给他一个像样的礼物。我合计，你看你新年开业，对吧？在你选个包，自己家人嘛，钱在哪花不是花。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哎呀，太感谢了，我真为迪姐感到高兴。你看看，那还不赶快介绍介绍？ 做生意不急急嘛，<笑>好好，马上，咱们看这边，性价比比较高，然后。我想看这边啊。好，来，那我看这部分有喜欢的吗？哎，我看这个就很不错。这个吧是最近的限量，然后它下面是草编，搭配小牛皮，特别仙女。是吗？嗯，而且刚刚调过价格，有优惠的。啊，那是多少？优惠价？39万5现在是。 对，是爱马仕。嗯，啊，这个有点沉啊。嗯，是有一点沉。哎，我看这个还不错，这很小巧啊，对吧？主打性价比。对，性价比瞅着挺高的，是不是？还不错。对，对，哥哥，你眼光真的非常好，真的，这个是以前是100多万，现在是98万。楼下是不是还有？我们去楼下看。对，比这些更贵一点。 你去三楼看，没三楼，这里上上样抽烟吗？嗯，不太方便，这里抽烟。那我出去抽。啊，行。他转身就走了，像下定了某种决心，再也没有看我一眼。我好像被他看穿了，但是其实今天很多东西你想买也买不走了。为啥呀？因为我们这个是二店嘛，有很多老客人在这之前已经把所有东西都预定走了。哦，这样。 嗯，好人呢？他还帮我解释了原因，在乎面子示弱者，给人面子才是强者。走走走，先走走，还打当保安了你？行行，谢谢你，缺保安之神啊。嗯。 最后，我还是给迪姐买了个包。你关键太普通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不要面子。我喜欢。我去。